干嘛去啊？我刚刚想逛街呢。逛街装备这么齐全啊？老实交代。尹哥今天跟田说，发现了好多皇上。皇上那么好抓吗？你就抓土里你也抓不到。你才抓土里呢，土心思。地里的草都比药高了，还不去薅一下？哼，你才抓土里呢，小短腿。我腿很短吗？我勾都能勾下来。你找我要地来干嘛？好不能抓皇上。这泥潭一不小心就会陷进去，你也敢来？哎，终于搞定了！你下次要再长出来，我可就拿除草剂喷你了。不对不对，要我的药也没了。算了，不管。这只还不错。好，你没来呀、啊！你，小宝贝，很幸运今生与你相遇，和你相爱是我的缘分，能嫁给我吗？你好，这个能看一下吗？可以啊。多少钱呀、啊？我们现在有活动，打完折是2600。那我再看看吧，谢谢啊。哎，小叔去哪儿呢？我载你啊。不用了，你这干嘛去啊？哎，小叔，老金上次送他女朋友一台苹果14 Pro Max， 说是你叫他领的，我女朋友也吵着要，烦死了。不就苹果14 Pro Max 吗？你看，你也去我左下角领一台嘛，大厂五一回馈福利加码，不仅有不限量的苹果14 Pro Max， 还有新款华为 P60 Art， 你看这很难抢的，现在全都升级就领，还包邮到家呢。那怎么领啊？我有空看看。库存有限，要赶紧啦。你认准我左下角立即下载，2秒下好，上线先解锁888，再首充1元领68神装大礼包，升级快5倍，手机轻松拿。我这就去。哦，对了，辉哥，你知道哪有活干吗？我表哥公司想找个人做卫生，就是挺累的，你要是吃得消的话就去看看吧。可以的、公司就在这上面。哦，好。你这保洁怎么做的？水都能弄倒。对不起对不起。哎，这皇上那是你能抓的呀，小姑娘，没想到你年纪轻呢，手脚还挺轻便的。来，你的工资。谢谢老板。啊，应该的，慢走啊。走了。肚子饿了吧？可以，不饿吧。喜欢这戒指一戴上，你可就得跟我哥一辈子喽。哎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是觉得你哥踏实本分又有责任心。哎呀，你放心，从今以后我要你每天都开开心心的，宠你爱你保护你。咦，哥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油腻啊？下一步是不是该见家长啦？见
家长。哥，对不起。没事，这叫我说了算。以后你结婚啊，高堂得我做，你还得跪我呢。我不。